稀疏、隔差、无故坐大位，吼，即句话就是平埔族的传统。在咱地区，这个西拉雅族哈上大众，但是还佫伊的一个支族，他都在讲大满族是伊的支族，就是讲大满族伊真侪语言跟西拉雅族哈会通。啊，我是不满族去做的，啊，也是存款不足的哈。啊，我其实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高屏地区一个西拉雅的支族叫做马卡道族，啊，这真少人咧讲，但是。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的时候，为了纪念阮马卡道族，所以又开一条道路，吼，伊伫这个纵贯铁路哈，这火车吼，纵贯铁路边啊，开一条马卡道路。啊，即句这里我来甲你讲，你会做过记的？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吼，阮是去做的，吼，啊，你就会记的，哈。啊，火车哪来，拢会包死的。安尼，你就把这个马卡道族记起来哈。好，啊，我甲你讲，像头拄仔你讲的这高沙哦，即嘛有16族，啊，咱平地西部平原这平埔族嘛有10族，啊，这10族，哦，拄仔克马兰族有要列入高沙原住民之一，哈，政府有补助，那么其他无。所以咱爱了解讲，因干那咧顾小族群，你看因的退补费吼，因的预算吼编到足足的，啊那要编哦原住民的足少。好，啊那平埔族你要安怎看伊的特征？就是你把你的手弯起来，这有一个线条，腊肉的线条，哦，有的伫倒手，有的正手，啊，你甲扭开看卖。哦，那有诶，这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你的脚尾尖较详细的哈。你若必须呢，哦，用那平埔族的特征，哦，你也唔先顾你甲你的脚细几诶几，仔细看一下看。哦，啊，你若不过这个手弯开有诶无吼，你若有诶人较憨灵诶吼，迄肩甲病人看无。迄个袂准啊，吼！啊，有个人讲，哦，啊，我颔棍啊几下练，啊，手啊几下练，讲安尼，你个米其林轮胎去做个款，米其林你个画几下练，吼、哦。好，啊，过来就是，你看你个轮廓，吼、哦，那轮廓介深的吼、哦，啊，比如讲像颜色、肤色，像我这吼、哦，乌无乌人遐乌，白无白人遐白，啊，差不多红，差不多。小可超越呾十一分色个，我即色个吼，用呾原住民占大部分吼。啊，真侪人拢会讲，看到讲你哪一族的，我拢甲讲我台湾族的，我台湾族个吼，安尼较笼统啊，安尼大家拢知影，我本土台湾人对个吼。好，啊，咱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咱都。台湾人啊，那会摕中国的身份，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这足奇怪，吼、哦，啊，这历史上有一挂原因，吼、哦，啊，咱来探讨看嘛，吼、哦，就是1952年，吼、哦，日华台北会第十条所讲的，吼、哦，其实伫1945年10月25号，蒋介石部队来台湾，伫工会堂、台北工会堂办一个投降典礼。迄天伊甲咱骗讲叫做光复节，其实迄天真正诶讲法叫做军事占领日开始，吼、哦，迄天是办投降典礼尔嘛，啊无办过户，哦，甲真从来毋捌有，你叫讲讲摕迄个一个看是国际条约诶和平条约书摕出来看卖，看有啥物时阵，对一个时间点，伫啥物地点。日本政府把台湾跟澎湖的主权拢交割交割给你中华民国没有？伊拢敢那用开罗宣言敢那骗，讲根据开罗宣言，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哈，伊拢敢那骗的哈。啊，伫这个
军事占领日开始，差不多四个月，伫过年的1946年的1月12日，吼、哦，引用行政命令，吼、哦，甲咱规个全部台湾人拢变更做中华民国国籍的国民。啊，这美国甲英国，因的外交部拢发电文三摆抗议，讲台湾地位将来要何去何从，和平条约拢还袂签。你哪会把这个所在的人的这个国籍给变更？哦，这违反国际战争法。哈、哦，好。过来，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伊咧讲啥？哈、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啊，你会记哦？进前的一年的1951年的9月7日，有51个国家去伫美国的旧金山。出席开《旧金山和平条约》出席，但是有签署的是有48个国家，有签字讲遵这个条约，哈、哦。但是因爱阁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上登因的国家的国会，爱予因的国会通过，较有遵守。结果有3个国家无通过，所以有通过是拢45个国家。啊，你会记哦，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去参加签署，所以是伫美国的强烈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含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啊，第十条恁来看，伊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介奇怪，即已经讲到台湾甲澎，即个加着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即个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啊，啥物话叫做本土台湾？就是1945年，日本政府伫8月15日哈，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投降，迄一天算起。或者是有的人是用9月7日，哦，日本政府伫这个日本东京的东京湾的密苏里舰签投降书迄天，哦，迄天来讲，台湾甲澎湖顶悬还阁拢无外国军队入来，无外国人入来。迄阵住伫咱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后代。拢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啊，你注意看，伊讲视为包括吼、哦、咱遮，啊，你会记马英九，哦，这台北市长捌甲这个高沙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这就是视为嘛。其实伊心内就讲，你唔是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人。啊，同款，你唔是中国人，你唔是中华民国国民，我暂时。把你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安尼你知意思无？咱就唔是啦，他是为了统治的方便，所以把咱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哦、所以咱就是安尼去摕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你注意是国民身份证哦，唔是公民身份证。啊，咱不是拢摕这张国民身份证去参加投票选举，你？没有选举权，你爱公民，唔靠选举权。啊，结果咱拢摕国民的身份证去共人投票，啊、哦，这无合法哈、哦。好，哎，啊，怎么跳不过去？哎，好。那么，咱台湾人虽然无国籍，问题出在这个，哎哎，1972年，中华。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他都要签的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好、哦。那么，而且1952年，他都要那个旧金山合约和平条约要生效进程，日本的政府的这个法院，都把咱台湾甲澎湖的这些日本台湾人。伊的这个日本国籍，甲取消，
所以咱日本的国籍无伊。啊，来到遮，日本跟中共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头拄啊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咱本来暂时拿到中华民国国籍嘛无去，哇！啊，咱就变无国籍，所以2010年10月24日，吼、哦，咱林志坚带228去控告美国，美国的电影联邦的电影法院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就是这个原因，吼、哦。好，那么咱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好、哦，咱来依照琉球返还模式。琉球伫1945年4月7日，迄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率领伊航空母舰战斗群，吼、哦，去甲攻打、甲占领落来，吼、哦，啊，就随伫滇管成立美国军政府，啊，下骹会成立琉球民政府，吼、哦，就像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安尼，吼、哦，被占领区，吼、哦，都要成立美国。都要成立军政府来管辖，啊！啊，下骹还佫摕琉球当地的士绅比较亲美的来组成琉球民政府，哈，来管理当地琉球的百姓。那么，当时美军占领时，琉球的人若要去东京做生意，要去日本的本土四大岛做生意，还是因个少年囡仔要遐读册，爱去向美国迄个军事政府，下骹所属的这个美国，伊正式的名叫做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来申请旅行证件。啊，这個、旅行证件功能跟 passport 都同款，就是护照的意思。好、哦，哎、欸，啊，琉球唔是日本人诶，那琉球人要去伊的本土，那爱摕护照。都敢那像澎湖人，若要飞来台湾，要经过机场摕身份证，就一定来台湾啊。啊，琉球人那都要摕护照。你怎来讲叫琉球人要来台湾，爱摕中华民国护照，爱就真奇怪。迄国内线的，唔是国际线啊。好、哦，结果就是因为琉球当时去由美军占领，变作境外，哦，日本政府管辖不到。是美国军政府在管，所以琉球变成日本的境外，所以他们要拿类似护照功能的这个旅行证件，才能回去琉球，也回去他们的本土。OK， 那么这个琉球返还模式就是说，在1969年，在战后差不多24年后，日本政府已经把他们的日本建设经济都起飞了，哦，日本政府也靠钱啊，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参详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钱，你可要甲琉球还给我日本？美国迄阵甲开3亿2000万美金，哦，迄42年前，哈、哦。那么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交了，因阵啊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是尼克森政府总把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全拢还予日本，哦、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无唔对。啊，那以过去咱咧讲讲，钓鱼台是台湾的，无唔对，钓鱼台，哦，尖阁群岛是咱台湾的，但你还会记哦，钓鱼台日本时代。是属宜兰厅头台北州宜兰厅吼的土城迄、那个管辖的钓鱼台宜兰的，吼、哦、宜兰啊宜兰属台湾，台湾属日本天皇，安尼钓鱼台上的日本天皇的，吼、哦，所以当初是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伊甲钓鱼台美国甲钓鱼台。挂伫这个琉球的行政区内底，好啊，所以美日安保条约，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伊咧甲中国呛讲，这个钓鱼台的主权，好、哦，美国不予置评，好、哦，但是钓鱼台归日本所管辖，
是归日本的行政管辖区域啊，而且符合美日安保条约所保护的范围。啊，这美国我那做个讲话哈，啊，讲到我那好你听无啥有，啊阿强啊，想要退个惊惊，好，啊，所以咱要恢复这个国籍，咱爱我那爱叫台湾返还模式。日本政府把钱交了，根据这个琉球返还的协定，1972年5月15日回归日本了。即马琉球人因若要登去日本，都摕因的身份证就会使，吼，免摕 passport， 好，同款。那么台湾嘛爱来要求咱的日本保国，含美国政府参详，爱付偌济赔偿，先爱赔偿。这叫做战争债啦，就是当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打死真侪美军啊，美国大兵，足侪航空母舰啊，是其他舰艦，迄个日本神风特工队哦，安尼甲炸沉了，啊，飞行机甲拍炸了，啊，即个美国的损失，你敢免敢赔？好，都敢那讲车祸哦，咱开车去共弄着。咱主动去共弄到的，日本是主动发动太平洋战争，啊！你共车共弄歹，爱赔无？一定爱赔，好、哦。啊，是一个战争债。那么，咱啊，美国、跟美国啦参详好，好、哦，有一个价码，好、哦，啊那这条钱来形成，哦，都要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啊，根据这个协定。我们要回归母国、哦、大日本国哦，他也给他念着记呢。好、哦，安尼了解了哈。那、哦、等于日本母国，咱自然就会恢复国籍哈、哦。咱就是大日本国诶，台湾哈、哦。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哦，那像欧美先进国家，他们都是属地主义。所谓属地主义，就是讲你只要一个富人人，伫因个国家个国土内底，啊，是伫伊个航空器哦，飞行机顶，啊，是即个船只顶管哦，游艇、游轮哈，所生落来个囡仔，拢属迄个国家个国民。好、哦，那么即个有一个好处，就你伫伊个国土顶管所生，你就属迄个国家个人。你自然大汉，你会爱这个国家，你袂去想要甲破坏，吼，你会认同，所以你就袂去做迄个高污染的工业行业，吼，也是生产一寡会产生毒素的产品，吼，也是来污染空气啦、污染土地啦、污染水源，你袂去做迄款代志，因为你知影将来你的子孙嘛要住这块土地，吼，永续生存落去，吼，啊，这是属地主义有这个好处。啊！那东方受到汉人中国思想、哦、孔孟思想，人家拢是属人主义，拢父权思想。就这个爸爸，无论伊移民，还是希望流放去到，还是为了打工，哦，像较早美国西部咧开发时，欠足侪工人，哦，但是迄阵已经袂使阁用黑奴啊，所以为大清这边进口闽南啊，加广东遐吼，伫福建、广东遐的华工，其实迄类似奴役了吼，原来用白安尼，送去美国的西部去替因做铁路、做公路，啊，铁路、公路拢做了，无工会做，遐人无甲遣送倒来，啊，因真侪也拢留船留伫遐。但是遐生大落来囡仔，因嘞爸爸拢讲，我们是华人，好，所以因拢会集中伫一个所在，或者 China Town， 哦，唐人街，中国城，啊，这个唐人街中国城都是迄个地区哦，美国上落后、治安上歹，好，的所在，足杂乱的，哦。最脏乱的所在，啊，他们比较不会说要落地生根，因为赚了钱，
特别钱要寄转来，因的祖国吼，祖厝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吼，因袂去回馈当地，吼，袂讲像美国人拢会创一挂慈善机构，吼，做一挂慈善的事业安尼，拢弯刀过好了啊。所以中国人你该注意下看，因兜内底拢足清气，外口大家笨手乌白断、乌白蛋，无公德心。这是华人的世界大部分，所以旧金山的排华，包括印尼嘛排华，哦，马来西亚嘛也排华，啊，就是华人拢干那过家己好得啊，哦，不会回馈当地的乡里啊，啊，这属人主义也卖出哈，因搬一高队，拢讲伊是中国人，拢讲伊是华人，伊啊 ，OK， 好，啊，咱来看台湾血统。真侪人吼，看了即句话，拢认为对，包括我嘛是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哎，真侪人拢安尼讲讲，因为登山，迄阵吼，明朝迄个私人叛变，引清兵来攻打安平，甲郑成功，吼，因只个政治王朝甲消灭掉，大清有下一个禁令，叫做禁海令。就是甲陈先公伊个部将俘虏掠了，拢送登去大清，啊，佮禁止所有个大清个人来到台湾，迄个禁海令。啊，你佮想，现在有只登山公会走来台湾，即大部分就是伫大清迄边作奸犯科，用通缉人要掠人要吼，也是欠人花仔钱无纳个落跑个，也是跋筊跋输筊无钱人个行个，拢即款人。也偷渡，叫做偷渡来台湾。啊，因大部分来台湾拢吼，大部分遐无娶家眷，无娶某来，所以造成讲呐，敢若讲有登山讲无登山阿妈对过来，即登山来到遮，若要娶某一定娶就地取材，娶咱平埔族也是高沙，对不对？所以就。有登山公，啊，台湾阿嬷无登山嘛，啊，这看个敢那对个吼，无你个我尾啊，暗时啊咧困想，对呢，啊，咱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呀，对不对？因登山公来台湾绝对是少数嘛，吼，啊，而且登山公来台湾呢，十个来，六死三老一回头，六个伫台湾海峡都爱死啊，啥物原因？因为迄阵的船啊拢卸只，啊台湾海峡足颤流，啊个风云变化足大，哦，所以风浪较大，规只船啊变过，规船死了了。所以边军来十个，死六个，伫台湾海峡顶。啊，剩呢三个留伫台湾，一个看看台湾水土部啊还是啥物，我袂晓，过老跑转去。但是我怀疑这三个留下来，敢真正会活？来，咱来看，这个1874年牡丹社事件，这个牡丹社事件就是琉球哦，诶，宫古岛的渔民哦，迄个风台，船那又吹歹，哈，啊，伫这个满洲的东边，台东的台东的海岸线这边登陆起来，哈，啊，这50几个。起来了，迄个南台湾族甲交代吼，有甲，但是台湾族因南台湾族因以狩猎为生，啊，透早就伫遐咧摸刀啊，要去拍啦，啊，日本人看者惊着讲，哦，啊是摸刀要敢台呢，绕跑，啊，结果产生这个误会吼，有一挂日本人用迄个。南台湾族拍死，吼台死，啊有12个，哦经过这个车城，还有一个玻璃，吼，迄种的平埔族的人甲护送上来凤山府城，啊甲送登去大清甲安排，甲送登去日本。那么日本政府就抗议，吼，去甲大清抗议，大清甲回文讲，用咱就用翻译的。
这白话文讲，访辽以南，好、哦，非我所为，非化，你讲访辽以南为化外之地啦，哦，就是为凡人所居住之地，好、哦，唔是伊所咧管的所在，好、哦，所以你会去大清伫燕山吼、哦，千山遐都拢有定一个牌啊，或者人质关。兵部族也是台清的人，若来到遮，拢爱停，袂使阁入去。入去，高山原住民为了恢复他那的领域，伊会出草，甲伊台死。吼、哦，即摆日本接落这电文，吼、哦，讲啊那安尼，我要起兵要来甲讨伐。台清阁甲回文讲，伐与不伐，啊、哦，由贵国制裁之。哦，你要甲处罚无，要甲。讨伐无，恁家己决定吼、哦。啊，日本迄阵拄啊，明治维新，去欧洲德国学一挂陆军的作战的这个技术，啊，找无所在好实战的演练，准真正起兵三千吼，坐船啊，为这个车城的外海，嘛，迄个边啊，这个海边啊，这个有一个所在叫做下寮，这个所在登陆起来，啊，到底这个。牡丹社因这个头前有一个地点叫做石门，这个所在，迄个山隘口哈，石门古战场底下修建。啊，当然日本是正规军哦，有正规枪支啊，有山炮，哦，啊有莲花的机关枪。那么咱的高山原住民武器就较简陋，干那单发的这个猎枪，啊个长矛弓箭。但是咱的高山的原住民做好游击战的，所以日本都开始战嘛，是战到足忝的。哦，这个高沙游击战哈、哦，丛林战神出鬼没。哦，日本吃了很多苦头，啊，但是因为日本正规军哈、哦，因有正确的作战的方式，到尾啊，这个往那正战败，但是日本是惨胜，你看呐。伊也唔敢阁深入，因为日本都拢游击战拢食亏，所以底下对峙，上计是日本甲这砖头放下小小的，经过撤兵。啊，原住民足厉害，伊只要若翻倒一支刀啊，伊就会当在丛林吼、哦、生存啊。你看日本太平洋战争，那个高沙义勇军是救足着日本军，因为日本人袂晓丛林作战。伊唔捌伫热带雨林生存过，因为日本咧拢较凉凉个所在嘛。来到南台湾，因就挡袂掉南台湾个气候，水土不服，所以因咧拍即个牡丹社个即个原住民个时，死伤个四五十人俩，但是破病死个五六百个。啥物原因？因来得水土不服，落晒吼，马拉利亚啊、可雷拉拢得，啊，干呐。蚊啊，叮着登革热啊！哦，哎，登革热迄阵无啥物药啊，吼，啊，迄阵足济老西恁啊，无药啊食，无治疗，脱水嘛死啊，所以拢破病死，吼、哦。啊，你甲想，日本人正规军因阁有军医，有组织的来，倒啊死个，吼、哦，死五六百个。啊，你看这三个中国人留落来。因无抗体，蚊仔叮着一定着登革热。哦，咱是几啊百年拢伫遮，你台湾的蚊虫安怎加无要紧啊？哦，啊，所以你若想这三个敢会留落？而且你会记的，咱台湾早期吼、哦，平埔族拢母系社会较济，吼、哦，就是妈妈掌握家中的财政大权，妈妈是家长。唔是中国人，以及父权思想，吼、哦，父系爸爸这边做火定，唔是哦，咱早期咱的平埔族哈、哦，母系社会，母亲是掌权哦，包括母亲那、女孩子这边有主动权。你有听到一句话讲牵手无？咱听到牵手，拢想讲啊，查甫去牵查某的手，唔对，是查某的主动。看了这个查甫缘投，体格够好，可能做个做工课，吼、哦，啊来牵伊个手，
请伊回来做阮翁，招伊回来做阮翁。你有捌听到招翁无？有嘛吼？无人咧讲招某嘛，讲娶某嘛吼。但是他会有一句牵手搁招翁，就是牵这个查某的手，招伊回来做阮翁。啊，这是查某的主动，你看，母系社会是安尼哦。过来，这个翁啊，甲请伊回来做，招伊回来做翁的时。啊！若表现无影讲遐好，等这查甫早时啊出门去做工课，这个母系这个女孩子会当把这查甫的家当收收咧，用床巾包起来，啊，就用草席啊包包咧，等在门口。因咧翁做工课，等来看伊的家当房，等伫门口，他就知道他被休夫了呢，伊就爱保姆来走啊。我迄阵是母系社会是安尼哦，啊！你甲想，咱台湾呢有权有势的女孩子，主动权的女孩子，伊敢会去招这个登山的这个叫做罗汉卡？因为伊一个人来呢，无某无搞无家产，无带啥物钱来，来先有工做工。无工做乞食，啊，暗时啊无地困，无厝嘛，啊，伊困底，困庙宇，啊，庙宇咱就迄壁顶员，较早拢会画十八罗汉，啊，伊拢困伫壁下骹壁角，所以人家叫罗汉卡，十八罗汉的下骹，是安尼啊，啊，咱女孩子有权有势，敢会去招这个罗汉卡？去家来做翁，我好困难。比如讲，伊真正做烟斗，像金城武，还是像刘德华呢？那安尼我不会讲。啊，所以，即句有登山讲无登山吗？我就是讲，即甲咱骗，歧视咱台湾人，歧视咱台湾拢无台湾阿公，无迄个代志。过来，民政来代称本土台湾人，阿公会崇外。要这个我要讲头拄啊，是安那闽南语的才事件，这外来语，啊，这是官方语言。好、哦，典型讲来闽南语就是官方语言，代称继续沿用闽南语还是客语？好、哦，对啦，头拄名家用客语，啊，客语嘛是当时的官方语言。日本人来日语变成官方语言，中国人来北京语做官方语言。啊，主人，你为了要生台湾人，哈、哦，台湾人的阿公，为了要生存，哈、哦，为了要做一个小官，你那也要官方语言，你也当做通译，哈、哦，你也当把你的主语翻做闽南语，好、哦、来跟中国的官员沟通，啊，也给你，给你做翻译官，哈、哦，啊，给你较好的待遇，哈、哦，啊，主人，啊、哦，你看像即卖是安那，占85%以上的。本土台湾人是安怎？有足侪人拢去挖过国民党，拢咧做国民党的官，就是要输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年岁。好，啊，你若一输掉，你的年岁啊，你拔不掉。哦，这利益挂钩挂掉咧。哦，你等于要搞掉咧啊！哦，你偏还要更掉，你走袂去。好，就敢那讲，人袂生得啦。像我上早，我骑奥多拜，啊，即马一个换开车了吼，讲哦，啊车食油作伤，啊无，搁牵一只奥多拜来骑，即马奥多拜骑者，转来隔天讲感冒，三日风讲感冒啊，人袂醒的吼，啊你若食了国民党的年水，食着吼，你要搁倒转来过清苦的日子，你会过了足艰苦吼，啊所以真侪人会拔袂开国民党的年水啊吼。啊！即马咱台湾人，那早期四五十年代哈美，迄阵拢讲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去美国留学，遐镀金，啊镀落的，真侪人都无转来。发现讲，美国是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哦，这比台湾好侪咧啊！吼，台湾你敢若讲话都无言论自由，唔敢乌白讲，白色恐怖协调咧，吼，戒严也协调咧，讲唔对就抓去关啊！啊，所以迄阵喊的，啊，
十几年前咧哈日，因为迄阵日本的经济当好，吼、哦，日本出产的卡美拉，收录音机有啊 ，Walkman， 吼、哦，啊，加一个电子歌啥物电子产品，哦，足好诶。台湾人若去日本佚佗，拢一定会赶倒来，吼、哦。啊，即五六年换咧哈韩，韩剧，哦，啊，即、這个三星的手机，啊，现代汽车，对吧？啊，这是人往要好的生活，啊，要往上走，自然会安尼哈。那么伫清朝甲台湾人漫画，吼、哦，叫咱学因的语言，吼、哦，佮苏南官、苏南省，包括连族谱啊，苏何里。像我姓潘，啊，我的祖先吼，迄、哦、阵。台清的官员来视察，啊，就问地方的官员讲：“啊，住伫遮的人拢姓，拢有姓啥？”伊讲无呢，因这平埔族拢无姓呢。啊，阮的祖先拢住爱住伫溪边、河边、水沟边，因为要洗物件，吼、哦，要洗身躯较方便。好、哦，啊，这台清的官员算有学问，讲树啊、姓潘，住伫水边的番。哦，我的潘是安尼来。唔是输我细了，佮输我的族谱。我有看我的族谱吼，我阿公迄阵，含一寡所有潘氏宗亲会做伙去做族谱，我甲看。啊，我的祖先讲为福建来，敢那写福建啊？福建省一省遐大省，啊，到底对来无讲？安尼，你就会当判断讲这假。啊，无讲省下骹是啥物官，啥物市还是啥物镇？什么村拢无，所以阿扁啊，也是社长定哦，因去中国要寻根，找无啦。社长定就是迄个凯达格兰族的啦，哦，啊那阿扁也是希腊雅族的啦，你干那看迄面相就知影，哦，啊你若唔相信，你即马吼电脑验 DNA 足方便，用你的血，也是你的唾液。那北部你去马偕医院呢？这个林玛丽教授哦，遐去有验。啊，南部地区会当去高医哦，因为这个检验室吼会当给你验。OK， 开一万块。台南迄个有一个叫李小峰教授哈，这足有名的历史学者。伊细汉就拢讲叫做欧印度啊。因为伊细汉啊，都乌身乌身，吼，啊有迄个印度鼻，迄个面型，伊足奇怪，啊所以伊原来伊有林玛丽验，啊验了，哦有影真正有印度的基因，吼、哦，伊就去编历史，吼、哦，结果找着答案，啥物答案？就是荷兰时代荷兰人引进甘蔗来台湾种，啊因迄阵蔗糖所炼出来黑糖，哦价格足好。要等同黄金吼，即高奢侈品会当赚足侪钱，所以足需要用兽力来犁甘蔗高，通去种甘蔗种。啊，台湾水牛因用袂合，所以为印度引进黄牛，就是赤牛啊，吼、哦，这黄牛就是荷兰时代引入来。啊，那么赤牛沿路坐船啊来台湾，爱有。牧童来个照顾，啊，一个来到台湾，啊，继续照顾，互伊生蛋，吼，互伊交配，佮生细只黄鸟，安尼。啊，即马就是李小凤因阿妈的阿妈，叫做祖妈，对无？好，啊，我有看有女儿，我足佩服个哦。伊穿个衫后壁写啥？恁祖妈台湾人。我佮今天嘛看到查甫讲。较只偏些，恁祖公台湾人，要无呢？所以就是李小凤因祖妈的祖妈的祖妈吼，去搞到迄个牧童，吼啊，阵安尼生传落来，所以基因一直一代一代传落来，吼，伊唔靠迄个印度的基因，伊就是安尼查调查出来，吼，恍然大悟，吼。那么日本时代。日本人、日本政府嘛，甲咱台湾人华民化。1937年开始，吼、哦，伊发现台湾人已经教育甲
已经原来等个当作日本人了，吼、哦，来教育来宽待，所以为迄阵一直华民化，吼、哦，要甲咱台湾人教育甲水准，跟日本本土迄四大岛吼同款的水准，确实有影，咱台湾人到1940年。1935年，你看日本就伫台湾办世界博览会啊呢。我迄阵台湾就算足进步啊呢，吼。啊，另外阿强迄边，敢若到2010年，佮办一个上海世界博览会，我爱查久了呢，吼。好，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保存了本土台湾人。85% 原住民的血统，哈，因为外国人来，哦，像荷兰来了，又郑成功、郑芝王朝给赶走，荷兰人无留偌济基因在台湾。郑氏王朝又清朝加打败了，规个拢迁徙等于大清，嘛无留偌济，那个中国那边哈，的基因在台湾。而且大清阁用禁台令，哦，所以大清帝国留伫台湾的基因也少，因为换日本人甲大清拍败，台湾澎湖割让了，大日本帝国来台湾。但是到1945年战败，日本战败，迄阵日本人派日本政府派伫台湾的日本军公教人员，差不多300多万人，拢迄个。美军甲国民党政府，佮个遣送等于日本，所以即个外来政权吼，日本要美国打败吼，啊，即马中华民国代理，伊甲日本即个军工交流拢遣送等于，所以日本留伫台湾的基因嘛无济，哦，你注意甲看，即个拢外来政权，啊，结果因留伫台湾的基因无济，好 ，OK， 啊，所以咱。诶，血你甲抽下来滴，85%，你若是平埔族，啊，平埔族加上高沙族的基因85%以上，啊，咱85%的人竟然去讲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啊，这就足奇怪。你无要承认85%的本土台湾人的基因，你咧承认无到15%的外来的基因，哈，哦。好，过来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啊，即马那会用做甲安尼一块一块乌，啊，即日本吼，1895年来台湾开始管台湾，日本人做代志足顶劲，伊为着要管台湾，伊爱事先调查讲，伫台湾顶管到底有偌济种族的人，啊，种族的人口吼，那部落有偌济，伊拢去调查，所以爱做户口成本吼，好，啊，那么顶管。现在也用做到乌，就是国民党政府来，为了掩盖台湾的真相，伊不让咱知影真相，伊不让咱知影咱是原住民，所以唔该把这乌迄个真相拢甲暗藏起来。这就是内底日本人来调查的时，那调查讲你这个砖头，吼你这号，啊你也要讲闽南话。就是福建话，伊啊，你已经袂晓讲你的本身，啊，比如讲陶祖苗家，你敢若会晓纯讲广东话的客家话，伊就甲你写一个广，啊，你已经忘了你的道卡斯族的话语，哦，伊甲你写一个广，哦，啊那南部，你敢若纯会晓讲闽南语，啊，你西拉雅族语袂晓啊，伊就甲你写福建的闽南语嘛，哈，给你写福。写福无代表讲你是福建来哦，写广嘛，唔是讲你就是广东人来，唔是。是你只还会忘记了自己的主语，剩下会讲中国那边来广东话，给你写广，也要讲闽南话，给你写福，哈。啊，过来，你哪要个也要讲。这个高沙族的语言，哈，他都讲了14族，哦，那个高沙，伊就给你写生番，
啊，你若平埔族也要讲你的，像西拉雅族语啊，就克马兰语，还是其他的这个黄安雅族的语言呢？伊就给你写熟番，哦，咱拢讲番，各分青甲色的，哦，青番甲色番，哦，啊，伊就中国政府国民党惊咱讲，咱知影讲咱是本土的族群。本土看民中国外来，绝对都袂下。伊甲咱先甲咱评。哦，1945年10月25日了，所有的台湾人拢回归祖国的怀抱。哦，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安尼甲咱评。也啊，咱台生，咱日本台湾，咱是战败呢，咱做米丘呢。哦，回归祖国怀抱，咱变战胜国。我跳过啊！大家都嘛要做战胜国，上要做战败国，就安尼死的。台湾人又安尼怪的，所以都跳过做中国人。好，这今年哈2月25日，《自由时报》报的，哈，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南市政府吃内政不管太多，熟的是熟翻啦，日本时代熟翻。所以其实就是原住民啊，啊，伊个不爱跟你讲是内政部的中华民国内政部，伊都不爱跟你承认。我因为西拉雅族太大族个，好，所以伊唔敢回。好，西拉雅族多年来发起证明运动，盼能获得政府认可，列定为法定原住民，会获关东政府。你若变成原住民，有很多优待啊，好，补助啊，啊，比如讲。咱一般65岁，开顶领老人年金，高山原住民50岁就顶领呢，哦，伊差15年呢，吼，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呢，哦，好，啊，过来，这个说法吼，一直平埔族嘛，哈，啊，这个高雄台南市已经有声音吗？应该有声音，高雄市屏东县也响应此一个做法，也认同，吼，比如讲这个马卡道族。嘛，一定是这样讲的原住民哈、哦。OK， 好，好。那么，咱来探讨讲，流氓中华民国军政府，伊治理台湾有对立交，啊，咱就台湾人就无力抵抗。我来看，第二，屠杀精英，利用228事件，有计划把咱台湾人30,000的精英弄个台死。啊！这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哦，真可惜。因为这精英拢是领导资源人物，一方的这个地方的士绅，一定领导一堆人来抗暴，好、哦。啊！这精英台是并无人才通去领导。第二个，你要抗暴，爱有钱无？但中国人来了，伊把咱的台湾经济、甲金融拢甲你搞垮。第二个，来到甲日本时代，日本所留落来的仓库内底，糖油米盐，拢运送去中国，去伫上海倒卖，吼、哦，一部分去支援因的国共内战。诶，军需品一部分你拢输下，吼、哦，偷藏伫家己落地下内底，吼、哦，贪污腐化呢，吼、哦。啊，所以迄阵，因就是一直用印钱，印古代表一直印，用纸来甲咱换这真正的东西。你所有，你这所有你台湾有诶物件，我拢用纸甲你换。吼、哦，你讲这米一斤。100块哦，100块个咧呗。啊，你来讲200，我嘛用200个咧呗。3,000，我嘛用，反正我都用纸给你换作俗个啊。哦，用手啊加做浆，像迄个做金纸有无？迄俗安那给你换，台湾人去换了，换到咱台湾人钱一堆，换咱台湾人给你买米哦，爱排一部地去买米，啊个米个一日三价。人呐、啊，
愈卖愈抢，愈啊人愈稀少，啊一堆物件，台湾出产米的竟然无米通去食，啊拢运去中国去啊！因为中国人用纸甲你换米了，去中国咧国共内战，农民嘛无好好多好啊，讲去生产米粮，所以中国嘛米嘛抢甲好，遐米足好价，摕来遐卖咯，甲你台湾人骗遮米摕来中国卖。啊！我咱台湾人食番薯签，哦，我做囡仔番薯签嚼够济，哦，出产米的台湾，鱼米之乡的台湾，竟然见到台湾人无米好食，咱拢唔拿食番薯签嘛，吼、哦，啊，包括搁食迄臭香的吼，迄、哦、有糖加过，迄足歹味的，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家己农改场有摕到新的品种，我家己种。哎，哦，迄番薯煮饭，番薯饭有够好食。我甲阮爸讲，爸，我煮一挂番薯饭，互你食无？哦，伊是变面，唔当，见到食足济番薯签伊啊，惊着食甲惊着。啊，但是我都爱食咧。即摆食番薯是好野人咧食呢，你知道？你讲讲养生呢？即马讲食番薯咧养生，还佫挂番薯皮食呢。我较早是番薯皮拢有烤掉吼。啊，我迄阵我去做囡仔，若要食啦，有饭粒的吼，都要有亲戚来相催。啊，迄米拢下伫顶缘，下家拢番薯签。啊，拢人客食饭拢嘛伫顶缘的米好食。轮到我食，我又佫食了番薯签。啊，有加几条米吼，我着补加欢喜个，吼，迄米有够香，吼、哦。啊，所以我煮番薯饭，我甲头乌两三块啊，嵌伫个饭内底，互阮爸食。阮爸即摆食食伊食着，哦，啊，即摆番薯太真好食，伊毋知影讲即摆改良较遐好食。所以阮爸去我园仔甲我讨讲，啊，你个番薯田伫底，我摕一寡来种，即摆换伊要种啊。啊！伊即马就是，甲咱台湾的人的物件换了了，啊，咱台湾人钱足济对无？伊阁来创一招，好来，即马新台币一块，你爱摕40000块的旧台币来甲我换，台湾人阁迄落即个换一届吼，大家拢3BP啊！你阁偌好个？你讲你即马有40000万的人，40000换一千，换一块，你存1000块，1000块，咱即马1000块一工出去就要开了去，好，啊，开了变啦。啊、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伫压未40000多块，讲卖两三家地，讲要起大厝，啊，互你40000多块，讲存会当起一支条啊。嘿，对，哎，迄个存会当起一支条，伊嘛吊头死啊，我都甲厝的人交代。你看，啊，无钱，你要，你即马要发电人讲啊，来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要来啊抗议，爱坐游览车无？爱食便当无？爱呢？啊，即马你若南部要请，你着爱便当钱、游览车钱刚出好，迄人出人尔呢？你要搁叫伊出钱，搁出力吼，伊无出人，搁出钱，伊无爱呢？所以着爱有人捐款，坐游览车啊付。吃饭钱，安尼人较要对你起来。啊，我发现到尾啊，我较早那定对应起来。我想想啊，民进党等于是国民党的泄压阀，你看呐，大家瑞个台湾人气不落，要举低头不兵单出来，要得个倒在倒要甘咪拼吼。民进党啊来，咱来总统府头前来抗议吼，当即哦来台北一日游。啊，阮就坐透早为屏东就爱坐游览车，喏、哦，来到遮吼，两、哦、点外开始游行。啊，然后五点外，阮爱准备爱打道回府啦，佮开车等爱五点钟去，拢到12点啊呢，所以袂当上啊。所以阮拢差不多听遐个较细卡安尼讲一节了，啊，阮就整队还佮倒来。啊，大家伫遐叫叫喊喊嘞，
规百个怨气吐脱了，搁转去，虽然搁属农工厂继续做工，继续趁钱缴税金，互国民党开。啊，这是毋是敢那咧做国民党的泄压法？我能够讲台北一日游就是安尼。我们有一个吼，陈玲玲来，我们去抗议了。啊，伊个塞车吼，伊个唔然人足侪份，哦，伊个人流够侪啊。啊，所以阮本来是桃园吼，伊个唔是正港交流道的迄款的吼，迄因咧办的迄款食饭的所在，迄一桌1500块啊，哈，十个菜。啊，阮迟到啦。啊，阮迄个桌吼。说已经有人在吃，啊！那服务生可能新来，我甲问讲，啊，这我的桌声，他人坐伫遐咧食饭，啊，你会记无？迄阵在去抗议吼，拢年纪较大，拢白头毛较济，啊！服务生，看者，哦，不要紧，迄桌哥吃无外久啊。伊意思讲，因若有来吃一下，就要走啊。啊，无伊讲一句话吼，好，阮大家听啊，歹势讲，啊，他会讲讲一句话。讲迄桌阁食无偌久啊，好，过来，即你无钱吼，无法度带人去抗议啦。啊，过来，啊你台湾做者大地主，我用山丘建筑，耕者有其田，甲恁遮个大地主，这大地主拢地方个头人，我若地方发水会简单个，甲你创甲你变小地主，你嘛无力啦。因为呐，中国人无为中国扎土地来呢，所以伊就甲你创安怎割、安怎分割、安怎占区、建筑、耕者有其田啊。啊，无伊他唔爱在中国遐，恁家己的中国土地，恁去割看卖，看当地农民会跟你拼命未？遐大地主会化人来跟你拼命未？啊，伊来遮无呢？问题是咱台湾的遮地主、遮高人拢无武器，因为咱伫台湾。迄、那个1945年10月25日，哦，工会等个投降典礼，吼、哦，迄站，咱个日本军留落来，只武器拢要缴械，拢要收去啊。按1949年来，因是武装的难民呢，吼、哦，因只难民为中国来，炸武器来，飞机、军舰拢塞来，机关枪大把拢有，咱拢无，咱要安怎甲咪拼？所以咱无法度甲咪拼。好啊。那你表定是8:20，休困10分钟，好，我先公告这，谢谢。各位同心，好，休困。